老师好，今天吃大烤鸭。哇哦！那就直接上手了。哥，来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心。嗯，妈，赶紧吃完了，赶紧吃，谢谢。还一块大的点呢。嗯。谢谢，哥，要不你吃吧，我也不吃。嗯，好吃，最好吃，我要吃。哇，这么冷啊！你看着干啥？要不我去撕一个，这个大的给你。哇。嗯，来吃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